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70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变形金刚还有特种部队的联名商品，不过呢，这是属于这个联名商品系列的第二弹了。第一弹的话呢是 Megatron， 那一款其实我也有入，但是还没有时间拍。那听说评价非常的差，然后这款巴莫比的话呢，普遍来说好评还是比较高。 但是呢，以我个人来说，其实这款玩具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是特种部队的迷友的话，其实这款玩具，我认为你还是可以跳过的。首先，我要承认，我被它的这个合绘啊，这个巴莫比的机器人的形态，有点像变形金刚07年电影里头的那个 Brawl 吵闹。那它的载具也很帅，然后有一个可以互动的人偶。整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基本的架势，完全是有啊。 好看的军武系的机器人，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载具，还有可以动的一个人偶。那么看到玩具的照片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合绘那么样的酷炫，但是感觉也是非常的不赖的。那我们可以翻到后面，可以看到它的机器人的完整的形态。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小腿是比较稍微细了一点，而且呢，实际上玩具的配色的话呢，跟这个还是有些差别。比方说玩具的本体全都是黑的，大腿的这个地方也是黑色。 跟玩具当初公布的合绘有一些配色上小小的不同，载具的话呢倒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非常的好看，几乎看不出机器人的部位，可以说是隐藏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状态。那包装盒还有一点可以提的就是呢，它这个地方啊，我还以为它是两个盒子拼在一起，我差一点就要从中间的地方割开。那从上面来看啊，这个地方我本来这个刀子已经拿起来准备划下去的时候呢，发现呢，它这个地方大黄蜂的贴纸呢是整个贴过来的，也就是我这一刀割下去的话呢，会把这个印有大黄蜂的这个部分的话呢给割掉。所以后来我想一想，我干嘛耍笨呢？从侧边割开，从里头就可以把玩具给取出来了啊。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包装盒啊你想好好保存的话呢，就按照一般玩具从侧边开盒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到玩具的内容物了。我已经把这个可动的人偶拿出来，这应该是属于3寸的人偶。这个角色的名字呢叫做 Warrkinson Striker Warrkinson 冲锋者吧，或者是先锋者沃金森。那因为其实我特种部队的话呢，小时候看这个大英雄这个动画，基本上也都忘得差不多了。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物的合绘，这张脸的话呢，跟玩具的实体吧。 这个很明显，这个长相上还是有一点差别吧，大概就是胡夫骑射跟彭于晏的差别，当然是我比较帅。那么呢，玩具本身的话，据说这个模具是使用了当年旧的一个模具，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的一个玩偶的样子，但是本身很扎实哦。老玩具的话呢，可能有一些缺陷，但是它的一个。 饱满的程度还是比较够的，可以看到它身上有一些可移动的关节、膝盖，然后的话，我倒觉得这个臀部的这个过渡还是挺好的。那手部的话呢，可以完美的握住这把大型的一个机枪啊，以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机枪了。皮肤的话呢，这个黑的发亮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并不难看啊。说真的，我还蛮喜欢这个人偶的一个样子的。 只是说它跟合绘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那玩具本身的话呢，刚刚可以看到了，它的鞋底是有洞的，所以它可以站立在这个大黄蜂的背后这个地方。而它本身玩具的话呢，也有附带一个这个站的一个地台。那我先示范一下，其实呢它不需要地台啊，它自己的一个站立性，我觉得也是相当的。我还是站好了之后再来说吧，不要把话说得太早。 本身站立性也不算太差了啊，但是呢，这个玩具本身还是比较，这个应该是当年旧的一个模具，可能就已经有附载这个地台，这个站的动作太娘了啊，我们还是让你有一点男子气概吧哈。好，没有问题。那这个大黄蜂本体的话呢，我只能说，以我自己的标准来看，其实是比较松垮啊。首先你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 后面这个部分要自己装，它是这里啊，一个 C 型扣，这样子扣上去，从这个地方扣上去的。那它形成一个非常空洞，但是影响非常巨大的一个背包的部分，就后面这2根枝杆，它会很可能呢扎在这个脚的后面，会严重影响到它的一个可动。那这两根天线呢，如果你不把它往上面顶上来的话，往上顶上来的话呢，是希望说呢，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固定，把它这个背包锁定在一个上方。如果你把这个地方往下放的时候呢，整个背包是更加的松弛。那上方的话呢，这两片部件啊，是你调你自己喜欢的角度来放，它本身跟本体没有得卡扣的。那上方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空洞。玩具本身的话呢，最大的毛病吧，还是它过于某些部分过于单薄，就是这个下半身的这个大腿，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大腿，你看就这么薄薄的一片而已，在比例上是比较严重失调的啊。我们这样侧面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腿就很薄啊，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奇怪。然后塑胶，据说它已经比上一款的 Megatron 好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款的塑胶也是不怎么样啊，就是感觉。应该是有分，就是好像两种质量的感觉。这个地方摸起来还好，但是呢，这个地方啊，或者是车顶壳的部分，反正我觉得摸起来还是整体来说还是偏软。如果说这个已经比 Megatron 好很多，那我真的不敢想象 Megatron 那一款到底有多烂啊！我还没有开盒，还有一边玩大黄蜂，一边对 Megatron 那款玩具心惊胆战。好了，那继续来说啊。它的头雕是属于 G1 大黄蜂的一个风格，头上有牛角，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头啊，应该是水蓝色的透明件，然后去上黄色的漆。它这个黄漆呢，我们隐隐约约能够看得出来吧，有点没有完全把深蓝色盖过去的样子。然后它的眼部呢，如果说后面这个地方你有强烈的打光，是眼部会透一点光出来，但是它的这个深蓝色太深了。导致于说，你看这样普通这样子，我后面已经有个光进来的情况下，它依旧不能够展现出它的一个眼部的透光，所以它的眼部的透光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优秀。手部的话呢，这里没有齿轮关节，而且感觉有点偏松啊。二头肌也是，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然后你可以看到了，这个武器腔调了，这个腔调的话还调得非常的诡异啊。等我一下啊，我先蹲下去把这个枪给捡起来啊。那么。这个枪，各位可以看得到啊，在这个地方，它是在这里，它是一个 C 型扣啊，你这样子把它给强行的把它给扣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呢，你这样转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转的角度稍微刁钻一点，它就会喷溅喷出来。那这个枪的造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从这一手拿，我觉得是比较合适吧。这个凸出来的部分是在朝外侧，如果你换手的话呢，那感觉就不太一样。虽然说和会都是用另外一只手来拿，我们也给各位示范一下好了。那应该也能够看得出来，它的手臂小臂这个地方这个黄色也是在塑胶上去做涂装了，也是感觉黄色没有完全压过去就感觉它身上的黄色呢都不是鹅黄，都是有一点点柠檬黄的感觉了。那腰身也是可以转动。那我要顺便再提一下，这一款玩具初拿到的时候呢，这块部件非常的松啊，它扣的时候呢是这里有一个纵向的凹，这里有一个横向的凹，对应的内侧呢就有一个横向的凸跟一个纵向的凸，两个的话呢都要把它给扣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胸口这一块呢才不会动不动就喷，就往上面挑起来。那各位也可以看到这里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是我觉得这款玩具呢给我感觉最不爽的地方。哎，这样子把它给整个推上来，再用两个天线往前面压一下就稍微限制一下它的往后动。那脚侧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踢的一个空间的，但是轮胎呢非常的大稍稍去限制了一下，膝盖也是可以弯超过于大概90度吧。那脚踝没有接地难得最近官方的玩具接地是一个很基本的，但这款却没有。那总而言之呢，它的玩具本身还是稍微嫌空虚了一点并没有说给人很扎实的感觉，甚至你觉得它有点山寨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感觉啊。我示范变形过程之前的话呢，我大概展示一下玩具的高度，可能比现在的V 级要大，那可能也逼近 L 级的尺寸，但是还是感觉比较轻里头的空洞还是不少的。那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呢，首先这个武器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取下来，然后的话呢，我的建议吧啊，这个先把这个胸口这个地方给打开，整个挑起来，然后的话呢，整个的龙骨啊，脊椎骨把它给拉开来。 OK， 那拉开来之后的话呢，以上半身的变形来说，其实它只需要把这个部分给拉开，将这个Bumblebee的手啊给弄脱臼了，把它给移到下方来，这里也是一样。好，先把它给搓到下方来，先到这儿就行了啊，先到这儿。那我们呢，我的习惯吧也可以吧，先把后面给弄起来，这里就这样过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凹槽，就是要扣两个这个凸，这样子上来，到这边。 那我们也可以先把后面这个部分呢转过来，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从这里扣下去。那这样一来的话呢，车尾的话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这里，然后呢手的话呢先往前面放，转一下就行了。啊，这个手先折一下，到这里，它的一个大概的定位就是在这儿。好，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接着腿部的变形好了。腿的变形是这个样子啊，怎么说？先把这个部件。 椅子的部分，脚底板给拉出来，然后两腿先做个合并吧，然后这个部件往前面推。好，与此同时的话呢，转成这个方向的情况下，来我们接着变形啊。这个玩具变形是不要腰转的。我们把这个椅子拉出来之后呢，最重要的，我认为这个玩具变形最重要的组合点是这个椅子背后这两个凸要扣到天涯海角的这两个洞啊，这个不远千里的一个结合啊。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清除里头的障碍，把这个部分翻到侧边去就可以了。这个一样，先翻到侧边，整个先拉到侧边啊，先不管它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呢？就直接对折。你看到能折的就折，膝盖也折，上面也折，整个都折。好，折过来，到这边，好，已经靠近了，对不对？就把它给扣上去，先把这个地方给组合上。它的一个车形态呢，整个的一个已经差不多就出来了。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啊，一些歪七扭八的部分，不管我们通通把它给打正，给打直。好，打正给打直之后，这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这里也是一样，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把它给扣上。先把这个地方往后压下去，这里扣上。 那我们这个地方压下来之后呢，这里也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有一个后方有一个凸，它要扣进前面有个洞，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卡进去，这里好，这样子给卡进去。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你只要记得转过来之后，看到没有？这个有一个 G.I. Joe 的这个符号啊，是要朝外侧就行了，到这边，然后把这给扣下去。 好，这里还是要扣一下。好的，那这个时候的变形已经差不多完成了，然后一直晃了这个大黄蜂，还不甘寂寞，一定要露脸的这个，把它给推进去。手的话呢，这个地方，手的内部是有一个横向的，一个凹跟凸在这里，左右两边各有绿色的这个。 哎，纳美克星人跟灰色的，不知道有什么种族是灰色的，各位自己脑补，把它给扣上去。好，这里也是一样。OK，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所有的卡扣的话呢，都顺利的扣上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滚动性，车辆的一个形态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那我们的这个大枪的部分的话呢。 是扣在车顶上，这个武器的外挂的话呢，就一点都不蠢了啊，算是比较 OK 的。好，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越野车吗？还是什么样战斗车辆的一个形态？这个还可以往下压一些，然后滚动性很好，非常的好。虽然不是铆钉，但是呢，由于轮胎很大，重量呢。 偏轻，但是呢，以这个轮胎负荷的情况来说是恰到好处的，所以它推起来的话呢，会非常的流畅，很舒服。那载具也很大，非常的大，比现在的 L 级的玩具呢，可能都还要再大一些。这是一个 Deluxe 等级，你就可以发现，反正 V 级一定没有它大，然后 L 级也是缩水的很厉害，应该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威武。它可以动的地方有上面这个天线。还有枪可以转360度上下都没有问题。然后这里有一个，还有一把小枪，还有方向盘也是可以转动，但是方向盘会卡到这个杆子，会卡到一些。好，那轮胎的话呢，就不提了。我们看这个座位啊，感觉还有点像沙发的一个质感啊，还不赖。那么人物的话呢，就可以与之互动了啊，我们一样的啊。这个武器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武器我先把它给拿下来好了啊。先把它的武器给拿下。你的互动方式有很多啊，首先你也可以，刚刚的这个人形啊，就可以站在后面。站在后面的话，我们这个腿啊，就是稍微去调整一下，好，能够扣上。好了，有一个可以持枪的样子，你知道就行。那再来就是把这个人的这个屈膝啊，它里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洞，我们就可以把人物给放下去。放下去之后啊，这个方向盘你要不要握紧随便你啊。如果你要耍酷摆帅的话呢，就可以把手啊给靠到侧边这里来。OK， 感觉就非常的舒服了啊。啊，以人车的互动来说，这是非常优秀非常有趣的作品，会让你有会心一笑，甚至是放松把玩的一个感觉啊，这个乐趣度还是相当的高。但是我对这一款玩具的抱怨还是在于说，人形象还是稍微偏松垮，还有这个空洞的感觉。虽然它没有头胶明显的空洞，但是它的内部是真的是非常空虚的。那后方就是大黄蜂的一个胸口，那也是军武绿色以外唯一有黄色的部分，那一个博派的标志在后方。那么本身玩具的一个变形设计，我觉得还算有趣啊。这个脚没有坐进去啊，不好意思，这个形象不好啊。啊，本身载具完全推荐，但是人形就是你就迁就一下，变形还算有趣。它的变形的话，主要都是靠几个卡扣去把它给组合起来。那你可以看到，几乎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到说它有机器人的一个部分在里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明的载具一个姿态啊，还能够跟人形来做一个互动，是非常非常有卖相的一款玩具。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你实际上拿到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空洞的感觉、软软的手感，你可能还是会不太满意了啊，不太满意。但是卖相真的不错啊，让人非常非常矛盾的一款作品，喜不喜欢？啊，单看你个人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